但我们要讲转职的职业内容，然后等一下要维修了哦，好险我赶快进来。好，那重点来喽。昨天我一直在犹豫要先讲哪一支，那我后来决定说，我要转的是器中，哎、欸，剑中啊，哎、欸。惨了惨了惨了！我真的不知道讲哪一支。因为好好乱哦，怎么办？我们转器中好了。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器中职业。那器中可以干嘛呢？其实就是说它可以补血啊。好，所以我转器中。这样子吗？曾经一个人，深深的寂寞。哦，所以今天就转职就好了、哦。然后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，好了，我们先转器中好了，不然这样好难讲哦。因为老实说，我们转这一个、啊，另外一个要怎么讲啊？也看不到他的那个啊。先跟转职讲讲一讲好了，不然这样真的很难做事情。啊！最后一个。哦，所以最后一个要等待是不是？那我们看一下线上玩家有谁，好不好？这边可以站立对比。这边就解支线吗？啊，惨了！这样解完不就等于说？走高大神调查情况。组队一条龙，要先把它完成。